好，我是柳燕老师。今天呢，我化身为 L 美发特务，带着大家一起来打击最大的敌人，那就是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还邀请了最美丽的 L 小编跟我一起来完成任务哦。那我们欢迎小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美发特务好。你好。那如何呢，能够让你瞬间看起来更有自信、更有活力、更年轻呢？今天就要麻烦老师了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就来执行任务吧，走。你知道吗？时间也会在我们头发上留下痕迹，那就是小白发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日本原装进口，从上市到现在都持续热卖的轩诺染发霜，它可以轻松帮我们解决那些白发的问题。而且啊，小编还发现它总共有20种的颜色。是的。那老师今年流行什么样子的颜色呢？可以来试一下，就是我们小编现在手上，我手上的这一个轩诺的5号。自然棕色，它会让你的发质啊，那个质感变得很好。刚刚老师啊有提到说染发也可以很简单。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轩诺，你看哦，你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染发刷，加上一把梳子。那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啊，最担心就是染剂不小心沾惹到衣服了。但是轩诺呢是一个浓密的乳霜质地，它会直接很包覆的在你的发饰上面，不会滴下来。很多人呢在调和染剂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用量，轩诺很贴心的是它呢把两管染剂，然后呢是一个按压的同一个出口，所以当你压一下的时候，它就是两剂在你的梳子上面，然后你直接一梳你就完成了染发了。相信有许多人跟小编一样追求流行，而且常常也因为手痒看到一点点的白发就想快速补染，那这样子的设计真的实在太方便了。我是 L 美发特务柳燕，跟你一起呢轻松的对抗最大的敌人时间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哦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